你拢会当摕钥匙去甲家庭公证处，你是安怎有肯好好面对？坦白甲伊讲你的状况。你若是有机会拄到叶少峰，你敢会当用你医生的身份去了解伊到底是啥物病？只要是你要求的，拢会答应。你话袂安尼讲哦，安尼就是咧撩妹。我是啊，阮伫阮村要创啥？是毋是偷工减料代志也袂爽？阮是倒位对不起你。想说你袂当做一个好人，想说你安尼无党无政，你让外人作乱，但是唔是徐少是坏人啊！我想说你讲啊，大哥，想要咱三个人做伙躲风啊！而且嘉玲阿姨，少峰是不是就无用的呢？后界咱做伙送，唔知影啥物时阵啊？你莫来雄雄安尼啊！你即摆马上停止。我嘛不准，你阁继续替爸做治疗。方医师讲，伊在替爸做检查的时阵，杜承武来病房，所以伊就怀疑是承恩对爸下手的。杜承恩，你害我一届无够，今麦阁想要对我赶尽杀绝。是讲，既然你这么相信杜承恩，你为啥会直接去问伊？问看伊到底去爸的病房想要创啥？我公司偷工减料的代志，有人爆料啊。唔甘愿我承认呐，啊，唔过若是讲我做的，你敢有证据？我知影即摆大家拢真压榨，啊，不过愈安尼大家都爱愈冷静。我拜托恁两个先分开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甲少强阿公阿妈常常看要安怎处理。你拢会当摕钥匙去甲家庭公证处，你是安怎有肯好好的面对？坦白甲伊讲你的状况。你若是有机会拄到叶少峰，你敢会当用你医生的身份去了解伊到底是啥物病？只要是你要求的，拢会答应。你话袂安尼讲哦，安尼就是咧撩妹。我是啊。阮伫阮村要创啥？是毋是偷工减料代志也袂爽？阮是倒位对不起你。想说你袂当做一个好人，想说你安尼无党无政，你让外人作乱，但是唔是徐少是坏人啊！我想说你讲啊，大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